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蟒城漂亮频道。今天呢，我们给大家介绍一套这个在靠近这个拉瓦的这个 Montmorency College 附近的一个联排啊，它是建于1999年啊，居住面积大概占地面积是1800平尺，居住面积是1300平尺。它有上面是3个卧室啊，地下室它已经做好。价格大家猜一下，到最后我们这个价格是多少钱？也是非常的便宜，不是非常贵。如果说你要买过来之后呢，做一个投资或者说自住啊，都是非常不错的。今天我们看一下它这个房子的情况，周边呢这个小区呢也是比较成熟社区，离这个好的学校呢大概也就是大概5、6公里啊，有一个叫做College Laval 也非常不错。距离这个 Montmorency College 也非常很近啊，大概也就是大概2公里之内。周边的公交车呢，33号公交车站直接到达这个蒙特利尔的。到达我们这个 Montmorency 地铁站啊，那么进入岛内的话，大概也就是10分钟啊，进入这个蒙特利尔岛内。随着我的这个镜头呢，大家进去看一下这个房子的情况啊。快点吧，我等的话都谢了。Thank you.
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刚才给大家做了个介绍，这个房子呢大概售价呢就是39万5千，它的市政评估呢39万3千，在市面上很少见。这种房子呢就是这个业主呢是从1999年居住到现在，它是一手业主啊，新人业主。房子呢可能我们大家参观之后呢它需要一部分的装修，价格呢是要的也不是特别贵，所以说有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尽快的联系我的电话号码是4388766625。好，谢谢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